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hk。欢迎收看2013年6月23日的夜教二新闻，我是罗斯堡为你报道港文。虔诚女商人李秀兰现年62岁，在嘉盛浸信会担任执事一职已经10年了。后来因为经营生意遇上困难，曾经在两年在教会偷摄了成17万，最后被其他职会发现账目有异，东窗事发，唯有向牧师和法官坦诚去偷摄。国际新闻报道，美国教会 New Light Church 的牧师日前就向会众发家书，表示如果会众想换车，又或者箱入面有一架梦寐以求的名车，就一定要将家书阅读完毕了。原来家书的内容是讲教会航空部的直升机需要维修，所以牧师经过再三的思考之后，又听到圣灵的叹息后，决定鼓励过千名的会众每人奉献52元。牧师还充满信心地承诺，相信如果参加这一次活动的会众，将可以在52日至52个星期之内得到上帝的报答，地说充满足一切有关车辆的要求，咁话喎，哇，会唔会系52年咁耐噶？国际新闻报道第二则，著名咬直治疗机构话宣布关闭。美国机构系 Exodus International 以咬直治疗飞升国际嘅，倡议以祷告同埋心理辅导帮助同性恋者得到治疗，重新过正常嘅生活。近日这个机构的主席 Alan 在机构的网站发布一封道歉信，承认他本人和这个机构曾经对多个同性恋者造成伤害，所以 Alan 宣布 Exodus International 就将会关门大吉了，令基督教咬直治疗这件事就少了一个猛将了。娱乐新闻报道，基督日报报道说，历史剧圣经撒旦扮演者欧泽尼日前被人抨击他扮演的角色竟似奥巴马，他就很幽默地回答，好像我这些咁不出名的演员来说，受到这些咁离谱的争议反而令到我在世界各地为人所知，都不失为一件积极的事。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欧泽尼就说他曾经扮演过无数的 Kelly Fair， 演出撒旦反而令他的事业打开了新的机会。欧泽尼讲到他扮演的角色的时候，他就说这个角色充满挑战，强度非常之大，因为在非洲或者摩洛哥人讲嘢的时候非常注重面部表情。欧泽尼就说他自己是一个面部表情非常丰富的人，不过撒旦角色就要令他学习控制感情，因为撒旦是没有感觉和没有悲伤的，不过是不是真的呢就没人知道了。怎样可以有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婚姻呢？你爱你的另一半吗？野教二教室主持金德宝。事先声明啊，内容真系有啲18禁啊，连金德宝睇完啊都有啲唔好意思啊。这个就系 Christian Domestic Discipline Network 嘅 website 啊，简称做 CDD。佢系一个由虔诚耶教徒发起嘅团体，鼓励基督教家庭奉行男尊女卑嘅圣经教导，所以家庭的纪律是非常重要的，丈夫一定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向妻子施行体罚，这样才可以能够活出合乎上帝心意的样式。在机构网站上面有很多信息，包括教导打老婆正确的手法，特别是 spanking， 即是打 pat pat。
个网入边咧有好多文章咧教你点样打个老婆噶、哦，好有技巧噶。例如咧，可以先考虑咧帮老婆个 pat pat 做 warm up， 就咧因为佢咁样咧就会比较少啲机会咧留有瘀痕，仲可以咧打得耐啲，又唔会令佢大吵大喊咁话。入面啊话，其实咧你可以大巴大巴咁样车落去噶、哦，但系个老婆咧就会大叫同埋喊啦，咁咧系冇效咯，咁佢个心咧就会唔服。佢入面咧仲俾咗个比喻、哦，好似咧煎牛排咁，如果你用大火去煮佢咧，入面就唔熟啦，所以要 warm up 会痛耐啲，同埋咧佢都会喊少少嘅。咁、那个老婆咧，最后咧就会知道你系为佢好啦，同埋咧呢个系最合乎上帝嘅心意噶。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呢首歌系因为就嚟七一啦，咁所以就唱下咁样咯。咁同埋咧，多谢我个音乐监制帮我做咗嗰个 background music 咁样。音乐总监。系啊，系啊，即系而家金德宝咧有个音乐总监嘅私人嘅吓，好巴闭吓。咁听你个声，你好眼瞓啦。咁啊，去歌，咁啊，再见啦，咁多位。好，拜拜。心打破，可为家这点那？
断火，这抵抗纵某天遣军队开火，坦克车战死那个？夜交移民屋，敲天铎，陈道，金德宝，逢星期日晚上十一点 ，PassionTimes.hk 进步基督徒联手为大家分享夜交移民。